我是瑞博，今天是2006年11月17号，冈山站11:20拍摄111111次，机场三线号潮州的今日的主角普悠玛自强号。这是应该是他没错，111次机场三线号潮州和普悠玛自强号准备通过冈山站。我已经靠很近。哎，来来，普悠，原装普悠玛，原装普悠玛自强号。机场三线号潮州的 TNU2007 加 TNU2008 普悠玛自强号已经通过冈山站，谢谢各位观看，刘翔轩一个完整的自首瑞代博。